小红书的宝宝们大家好，今天也正在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的。因为夏天不是要到了，晚上就很热，夏天的时候就应该躺在家开着空调，然后吃着西瓜，看着电视，再喝几杯冰饮料。那么呢，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冰沙，当然就是这些啦，瑞幸家的瑞娜冰系列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喝过吧。当然第一款呢就是刚刚回归的冰镇杨梅瑞娜冰，去年呢在小红书上爆火，我们现在打开来尝尝。有满满的杨梅果肉，然后还混合着冰沙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就很夏天好喝。但是这款呢是没有奶油的，如果喜欢吃奶油的小伙伴可以单独加一杯奶油。好喝好喝，我们来尝尝下一杯。当第二款呢是阿华田千层瑞娜冰，是甜食爱好者必买的一款。妈呀，好好喝，喝这款的时候就感觉在像吃一款甜饼，里面有牛奶、芋泥，然后还有黑糖波波，还有阿华田，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好吃，一口下去太满足了。这一款呢是听说最近椰子风很大，那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款椰子 OK 瑞娜冰。虽然说我自己也是椰子啊，但是就是尝一尝我自己。哇，清清甜甜的椰浆遇上厚乳，还有冰沙在把清凉感加满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尝，一定是你那个心目中的那杯白月光，特别好喝，又清爽又解渴， nice。接下来呢要推荐这款颜值超高的茫茫胶原酸奶冻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上面这个呢是香草风味的奶油顶，然后中间这一层呢就是芒果云与冰沙的混合，底部呢就是酸奶加上花朵型的胶原冻。这款胶原冻可是大有来头，采用日本的小分子工艺，超级好吸收，给你的颜值加分。最后这款我们不用介绍了啊，就是瑞幸家的经典款抹茶瑞娜冰，里面有冰沙有抹茶的混合，再搭配香草奶油，抹茶控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啦。好啦，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，我觉得这里的每一杯都特别的好喝，大家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去尝尝哦。那么剩下的我们不能浪费，我喊我的工作人员小姐妹一起来喝啦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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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那个最强 OK， 然后这三杯到时候也拿去给他们喝。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